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居地产阿 Ben， 我是阿妈，系啦，我是阿妈。嗱，今期嘅话咧，我哋依家喺海上喎。嗯，系啦。咁嘅话咧，今次嘅话咧就系、是、非常之特殊嘅，我哋喺海上上边咧拍摄呢个视频咧俾观众朋友。咁嘅话咧，今次咧系一个活动嚟嘅。咁嘅话咧，由我哋个公司嘅话咧，同呢个世贸集团咧去合作举办呢个海上睇项目嘅咁样一个活动嚟嘅。嗯，冇错啦，百人看房啊。系啦系啦，嗱咁呢次活动嘅话咧就系、是。針對翻緊係內地客户啦，以及澳門客户啦，因為香港嘅朋友咧就過唔到嚟啦，過唔到關啦，係啦。咁所以嘅話咧，我哋咧都第一時間將翻呢一個鏡頭啊帶翻俾熒幕前嘅觀眾朋友。嗯，冇錯啦。咁嘅話咧，其實喺我身後嘅話咧，大家都好熟悉啦。就係、是、你見到咧，依邊嘅話咧就屬於一個伶仃洋嚟嘅。嗯，冇錯啦。咁嘅話咧，我哋啱先咧從依個九州港咧嗰邊碼頭出發嘅。嗯，係啦。咁九州港嘅話，應該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其實九州港碼頭嘅話咧，喺依個港珠澳大橋未開通之前嘅話咧，啊咁啊，所有嘅香港客户嘅來往啦，都係要經過依個碼頭先過嚟嘅。係啦，係啦。咁我咧，但係嘅話咧，自從話呢個港珠澳大橋開通咗之後啦，咁啊依個碼頭嘅話咧，已經係好少用到噶啦。嗯，係啦，我見到啦，依個碼頭已經開始重新搞。重新整修啦，重新改造啦，系啦。咁话咧，亦都意思就话咧，我哋将来嘅未来嘅话咧，依个交通嘅一个聚焦点咧，就会喺依个港珠澳大桥上面啦。嗯，系啦，系啦，冇错。喂，阿妈，之前我哋坐船过香港咧，都未试过话真系可以喺呢一度啊，即系喺海上边咁样去吹风啊。系啦，系真系港珠澳大桥通咗车之后啦，咁呢一个咧，即系呢一个游轮啦，咁主要都系针对翻啊喺呢一个港珠澳大桥嘅呢一个参观。冇錯，咁我咧，因為之前我哋咧坐船去香港啦，都係啊坐咩船呢？坐嗰啲普通嘅快艇嚟嘅啫。咁、我咧係好少有啲咁嘅大型嘅咁嘅船隻咧，可以坐得到嘅。咁呢次咧都係因為比較特殊啦，我哋同呢個世貿去合作，咁我咧都會有舉辦呢個推介會，我哋喺船上邊咧就舉辦咗呢個推介會嘅。係啦，係啦，冇錯。係啦，咁所以話最主要話咧，呢、這個百人看樓盤呢個項目嘅話咧，啊呢、這個項目咧，因為呢個項目咧係一個最非常之大家關注一個聚焦點。嗯，項目非常之特殊，我哋個項目係咪啊？冇錯冇錯。嗱，咁我哋呢個項目嘅話咧，地理位置咧就非常之優越啦，係嘛？係處於啊，即係唯一一個啊可陸路連接香港同埋澳門嘅呢一個人工島上蓋嘅呢一個項目啦。係啦，冇錯啦。所以話咧，依個咧係非常之特殊嘅一個區域嚟嘅。咁入邊嚟講嘅話咧，依個亦都將來咧會有好多政策啦，係會同呢個人工島咧係會有息息相關嘅咁樣嘅。嗯，係啦，係啦，冇錯。咁啊。包括嘅話咧，我哋嘅單牌車政策啦，嗯，冇錯啦，同埋話又有機會啦，推行到依一個全島一個免稅嘅咁嘅政策喎。係啦，係啦。嗱、啊，講到單牌車啲政策，即係嘅話咧，澳門即係我啊啲澳門朋友啊，咁都有，依家咧都係辦緊牌，速緊橫行噶啦。嗯，係啦，係啦。咁我覺得，但係嚟講嘅話咧，其實香港咧都會有依個機會啦，可以享受到依個單牌車直通到嚟我哋依個珠海咁一個政策嘅。嗯，咁又真係好方便。冇錯啦，係啦。咁話咧，我覺得嘅話咧，依個政策嘅話咧係遲早嘅事嘅啫。嗯，係啦，因為嘅話咧嚟講，依個大橋嚟講，港珠澳大橋佢最主要嘅作用嘅話咧，並唔係話俾到我哋一個兩地一個來往旅遊啊，依個咁簡單嘅嘢咁啊嘛。收過路費都唔知收幾時先收曬，冇錯啦。嚇，呢個耗資1000億嘅大橋，佢更加多嘅話咧，係要走將呢個人流、資金流同埋物流啦方面嘅話咧，去經由呢個大橋促進珠海同埋珠海同埋香港呢兩個地方嘅呢個交流嘅。嗯，冇錯冇錯。其實最關鍵嘅咧就係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嘅發展啦。嗯，冇錯啦，係啦。即係嘅話咧，呢條港珠澳大橋嘅非常之重要嘅咧，就係、是、啊咁東邊啊連接西邊呢一邊、啊、所以咧就形成咗成。嗰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嘅呢一個城市嘅呢一個發展、嗯、啊，即係話咧呢一條大橋帶嚟嘅咧啊，遠遠嘅係更加多嘅人流
啊、資金流、啊、信息流等等等等所有嘅。係啦，冇錯啦。所以話咧，我哋依家咧非常之關注嘅話咧，依個大橋。咁咧喺依個大橋上邊嘅話，亦都有一個唯一可售，亦都係唯一開發嘅一個項目，就係、是、依個世貿依個項目啦。冇錯，冇錯。所以嘅話咧，我哋亦都係除咗全世界聚焦緊依個大橋，亦都係全中國嘅話咧，依家都係聚焦緊依一個項目嘅。嗯。所以我哋特別嘅話咧，就係、是、舉辦咗依一個。啊、海上看房看房嘅咁一個活動嘅，係啦，非常之特別，係啦。咁我咧其實咧，我哋周圍都睇到啦，後邊嘅話都好熟悉噶啦。嗰度咧係邊度嚟㗎？我哋其實係啊，我哋嘅珠海嘅老城區啦，係啦。即係話咧，嗰邊咧就稍微遠少少啦，就係、是、去到唐家，即係近深圳嗰邊嘅啊。即係未來嘅呢一個新珠通道啊，啊就係、是、會行過到呢一邊。嗯，係啊。然之後嘅話，再過翻嚟。啊！边呢邊咧呢個好熟悉噶啦，呢、这、一個日月貝啊，我哋嘅呢個珠海歌劇院，日月貝啦，係啦。你得啦，都係雙峰。係啊，冇錯。咁依個咧都係啊，我哋珠海一個地標性嘅建築嚟嘅喎。嗯，係啦，係啦。包括春晚啊，有啲節目啊，都喺呢度舉行。係啊，因為咧，其實個日月貝咧好特殊嘅，晚黑咧佢嘅外立面咧，好似部電視機咁樣嘅，可以拍，可以放電影睇嘅、嗯嗯啊。所以嘅話咧，依邊咧都係屬於一個地標嚟嘅。係、嗯、啦，係啦。咁啊嚟講嘅話咧，對面嗰邊啦，即、就、係、是、我鏡頭嘅後邊啦，咁亦都係一個老城區嚟嘅。嗯，係啦。咁包括我依邊咧，就見到呢個澳門嘅嗰個觀光塔啦。係啦，鏡頭轉翻個嗰邊望一望。係啦。嗱，咁我哋跟住鏡頭咧，就往前去行。睇一睇一睇先，嗱，咁前面睇到嘅话咧，就系、是我哋嘅九州港码头啦，嗯，冇错，以及我哋嘅呢一个再往前面就系呢一个滨海区嘅豪宅区啦，嗯，系啦，同埋咧，其实我见到咧有个葡京啊，新葡京啊，系啊系啊，观光塔咧我都见到嘅。嗯嗯，今日嘅天氣比較好啦，咁所以話咧，係都可以俾到出邊嘅景觀啦，可以好清晰咁俾到觀眾。嗯，冇錯。係啦，咁話咧，我哋依家身處呢、這個屬於呢、這個呢、這個咩號啊？叫尋仙號。係啊，尋仙五號。尋仙五號，係啦。所以話依一個位，我哋都係第一次坐呢種咁嘅咁大型嘅一個船隻嘅。係啊，冇錯。係都第一次咧，同呢個咁大型嘅發展商咧去舉辦呢個咁大型嘅一個推介會項目嘅。嗯嗯。以往我哋嘅推介會嘅話咧，都會喺譬如話我以前啦，都同呢一啲大型嘅發展上市公司啦，係啦，跟住嘅話就係一個講座啦。冇錯啦，會同呢啲大嘅發展商啦，喺香港啦，我哋會進行一個推廣啦，係咪？咁嘅話咧，亦都係因為依家疫情嘅原因啦，我哋已經係冇辦法喺香港嘅話咧，好好咁樣去服務依個香港嘅客户啦。係啦，咁啊，但係咧都希望啦，咁啊快啲早日通關啦。咁香港嘅客户咧，亦都可以早日可以透過我哋啦，可以去購買依個佢哋心水嘅單位嘅。嗯，冇錯冇錯。嗱，咁阿媽同大家講翻呢一個項目嘅一個最新情況啦。嗯，係啦。咁話咧，依一個項目嘅話咧，依家現階段嘅話咧，係屬於應酬階段嘅。咁啊，依家嚟講嘅話咧，就係可以應酬金只需要50,000嘅話咧，就可以享受到一個開盤價嘅100,000以上嘅優惠㗎。係啦，而且嘅話咧，呢50,000咧係包含咗喺房價入邊嘅。冇錯啦，即係嘅話咧，你交咗50,000，然之後咧，如果係你開盤嗰時候你係 OK 冇問題嘅，跟住嘅話咧，呢50,000咧就會將轉成你嘅訂金，即係房款啦。咁、如果咧係即係揀唔到新水嘅單位啦，咁然之後咧就會行翻呢一個退手嘅流程。係啦，可以即係50,000咧可以原本咁樣攞翻去啦。嗯，冇錯冇錯，所以冇任何損失嘅。係啦係啦係啦，而且嘅話咧呢、這個我睇到好似1,000+個單位。系啦，系啦，因为毕竟嚟讲嘅话咧，呢、這个项目本身佢嘅开发量，即系佢可开发嘅话咧，亦都系少噶啦。咁而佢嘅话咧，亦都系发展商自持70%，即系70%啦，佢系手上自持嘅，唔会公开发售嘅。系啦，咁另外30%嘅话咧，佢先会去公开咧去发售啊。呢个项目系啦系啦，非常之稀缺。系啦，首先嘅话，首推嘅咧都有呢啲细积产品啦，即系40平。41平啊，45平，冇錯啦，呢一啲細積產品係啦，跟住嘅話咧，都有78平嘅，係啦係啦，78平嘅單邊位，係冇錯啦。咁嗰邊單邊位嘅話咧，景觀會靚啲啦，因為呢個項目我哋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優勢，就係會喺一個人工島上面。咁人工島上面嘅話咧，都冇其他一個可發嘅建築物嘅，所以咧佢嘅景觀嘅話咧，可以講話係四面環海嘅。係啦，一係除了望海啊，望豪宅区啊，亦都系望澳门景观。系啦，冇错啦。
咁所以咧非常之非常之靓，系即系嗰个景。咁首先当然啦，呢啲产品咧咁啊，即系投资嘅价值啊系非常非常之大嘅。冇错。因为嘅话咧，首推呢一批都系银码唔高啊，基本上咧150,000到啊就可以有交易噶啦。系啦，我觉得嘅话咧，讲紧总价系啦，总价150,000嘅话咧，你都可以啊攞得到呢个人工岛上边嘅项目嘅其中之一部分啦。你可以参与到入边嘅一个建设嘅工程噶。系啦，系啦。所以我觉得呢个都是一个非常之特殊的一个比较光荣的一个项目来的。是的，所以的话呢，这个呢也都是一个世纪工程之上再建一个世纪工程的一个项目。是 的， 是 的， 是的，没错。那有些朋友的话呢，如果买了这个项目的话呢，都可以 share 给你自己的亲戚或者朋友，你可以很自豪地跟他说啦，我买了人工岛上面，我买了一个世纪大工程的上面的一个项目，我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的其中之一的一个开发。系啦，大家咁啊，咁呢种项目嘅话咧，其实咁你讲翻投资啦，即系嘅话咧，租又好啦，或者嘅话咧系自用啊，即系我讲嘅系开公司啦，即系开小型嘅办公室啦，系嘛啲工作室啊，咁样嘅话咧都系因为首先嘅佢有一个地段喺度啦，所以嘅话咧你可以做翻山地嘅嗰个生意喺呢度。冇错啦，咁嘅话咧我都要了解到啦，呢一个世茂集团啦，有得同呢个思维登集团啦。思维登嘅话咧，系一个托管公司平台嚟嘅，系咯。咁嘅嘢都世茂同个思维登去合作嘅。咁啊，将来购买咗呢啲产品嘅业主啦，都可以将佢哋呢个手上嘅物业啦，去交由呢个思维登嘅呢个集团公司托管集团公司嘅话咧，去进行一个物管托业托管嘅，系啦。咁嘅话咧，都了解到啦，喺初步嘅话咧，个托管之后初步嘅一个回报率啦，都可以达到一个6.3%嘅一个回报。系啦，咁样嘅话咧，就相对于系比较有保障啦。冇错。即系嘅话咧，可能朋友即系睇到呢一个地段啦，跟住嘅话，大家可能唔想烦，可以交由一个托管公司去帮手托管。系啦，系啦。咁样嘅话咧，就都系对于自己嘅呢一个即系其实呢几年个市都唔系几好啊。即系包括股市啊或者乜嘢啦。系啦，我觉得嘅话咧，依家基本上嘅话咧，股市嘅话咧嘅起伏比较大啦，系咪？所以话咧，我觉得嘅话咧，最稳阵嘅投资嘅话咧，莫过于系砖头啦。系啦，咁啊砖头揸住喺手上嘅话咧，佢唔会贬值，佢会帮你进行一个资金上嘅一个增值，资产增值。系啦，咁而且买呢种产品嘅话咧，我觉得佢个回报率咧会好过将你呢个资金啦摆放喺投放喺银行嗰方面嘅回报嘅，会大好多。因为佢嘅一个租金嘅收益咧非常之大嘅。首先嘅话咧喺呢个地理上边嘅话已经非常之大嘅优势。如果你话咧其他地方嘅项目嘅话咧，佢个租金回报可以去到6%啊，或者甚至7%、8%啊，咁嘅话咧可能都会有一个风险嘅，未必会去达到。但系嘅话，如果同你讲到话呢个系一个人工岛上边一个产品。如果只是个租金回报去到6%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讲法的了已经。我们普遍的话呢，好像在任何其他地方或者横琴买普通的物业，其实保大都有一个4%回报的。是的。是的。那这个项目的话呢，真的就是口岸物业啦，地铁物业啦。没错。还有什么首先咧，仲会有呢一个佢嘅一个岛上嘅一个免税嘅一个咁嘅政策啦，同埋呢边嘅单牌车嘅政策啦，等等方面，其实嘅话咧，我觉得咧，系无论系香港啦、澳门啦，定系我哋内地啦，都可以享受到呢个产品所附带嘅一个价值，所附带嘅一个政策，可以俾到佢哋嘅享受到。包括嘅话，依家好多香港以前嘅话都会即系非常推动咗呢一个旅游啦，系咪先？呢个旅游叫咩啊？叫做自由行，自由行啦，系啦，依家澳门开翻咯，系啦，澳门又开翻啦，系咪先？咁但系香港冇开嘛，依家所以嘅话都好希望香港疫情真系快啲过，系啦，系啦，系啦，所以一个疫情真系影响到我哋太大啦，太多啦，系啦，冇错啦，咁嘅话咧就非常之希望啦，依个香港客户嘅话咧喺香港嗰边嘅话咧，亦都快啲去脱离依个疫情嘅困局啦，系啦，咁我可以早日嘅话咧可以透过呢个广州大桥啦，可以过嚟我哋大湾区啦，享受翻一个唔同嘅生活啦。系啦，系啦，冇错。系啦，因为条桥通咗真系好方便啊，即系过嚟啊，饮茶啊，搭个骨啊，或者食个饭啊，即系嘅话咧，呢啲成本系真系非常之低啊。对于喺香港入边嘅消费嚟讲，系啦。
所以話我覺得嘅話咧，將來嘅大嘅趨勢嘅話咧，港人啊依邊珠海置業嘅話咧，將會係成為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趨勢嘅。係啦，係啦。自從呢條橋嘅話咧通咗之後咧，我哋啊明顯嘅數據嘅話亦都係睇得到啊。香港人啊，珠海置業或者中山置業等等嘅話咧，佢依邊嘅話嘅成交單數咧係多咗好多嘅。嗯，冇錯冇錯。我哋嘅置業嘅單，置業嘅嗰個數量啦，啊多咗非常之多嘅。所以話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呢條橋依家啱通嘅話咧嘅影響只係一個初步嘅，我相信喺後期嘅話咧會有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啊唔同嘅一個趨勢喺度嘅。嗯，冇錯。其實嘅話咧，我覺得最關鍵嘅係對比翻後生一代啦。嗯啊，即系嘅话咧，无论系大湾区城市入边嘅所有嘅后生一代啦，都系好好一个机会。嗯，系啦系啦，即系咧首先嘅我哋系啲信息啊，各方面啊呢啲都通晒噶啦。系啦系啦啊，其实嘅话咧喺如果有好多香港客户嘅话，其实嘅话咧都知道香港啊，佢嘅物价同埋楼价、租金啊等等方面啦，都系贵嘅。嗯，系啦，咁其实嘅话，我觉得咧呢个口岸呢个物业嘅话咧，都系有好非常之大嘅优势。嗯，系啊，因为咧我哋坐港珠澳大桥啊来往啦，系咪先？我哋之前坐车过去香港话要几耐啊？系大概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啦，系啦，半个钟头啦。咁其实我哋曾经都喺香港啊，譬如话坐地铁啊。我哋由新界啊坐去港岛啊，其实都唔止半个钟头。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嘅话咧，其实嘅话，我觉得呢个项目嘅话咧，都可以有好多香港嘅客户都可以去考虑翻。与其喺香港嘅话咧去租劏房，不如去考虑翻我哋喺呢个口岸上边买一间属于自己嘅物业。嗯，冇错，冇错。咁啊，系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呢个项目嘅话咧，我哋啊都系大力咁样会推介啦，系咪？咁啊，我哋今日嘅话咧，亦都非常之多国内嘅朋友啦，同埋澳门嘅朋友啊，上咗嚟我哋呢条船，系啦。咁嘅话咧，有据统计啦，都有超过100位以上嘅接近300噶啦。系啦，系啦，系啦。所以话咧，呢个项目证明嘅话，非常之大嘅呢个聚焦点嘅。咁如果镜头前嘅观众嘅话咧，如果系会想了解翻呢个项目一个详细嘅资料啦，或者话咧想了解呢个项目嘅佢嘅呢个具体嘅一个发展趋势啦，系点样嘅话咧，都可以关注我哋，系啦，关注我哋，订阅我哋，系啦。咁我哋嘅话亦都可以联络下我哋下方嘅电话啦，系啦，去问我哋呢个专员啦，去攞翻一个详细嘅楼书。咁嘅话咧，我哋亦都会有一个专人嘅跟进啦，系咪？咁会同你一个非常之详细咁样。去update 啊，依翻呢個樓盤嘅一個最新嘅一個資訊嘅。係啦，咁同埋嘅話咧，咁揾翻我哋購買物業㗎啦。咁當然啦，最大嘅一個優惠幅度係可以幫觀眾朋友去爭取到。係啦。之餘嘅話咧，咁亦都係會有呢一個家電百件套嘅呢一個大禮包。係啦，係啦，冇錯啦，家電大禮包，凡係通過我哋公司購買。任何一个物业嘅话，其实都可以获赠得到呢个超级豪华八大家电大礼包。系啦系啦，若然咁荧幕前嘅观众朋友有兴趣嘅，即系我哋依家呢一个海上睇珠海即系嘅话海上睇珠海啊、澳门啊、人工岛啊、港珠澳大桥啊，系嘛呢一啲咁搵到我哋购买物业，亦都系可以带你去享受呢一个行程。系啦系啦，所以我觉得咧，镜头前观众唔好因为依次因为疫情嘅原因过唔到嚟啦，错失咗呢一次海上旅游、海上睇项目嘅咁嘅一次旅程。系啦，咁如果你哋搵到我哋，我亦都可以帮你后续有机会啦，去继续举办呢个咁样嘅活动啦，系咪先可以俾镜头前嘅观众啦去享受翻啦，系咪？等一边嘅话咧，咁可以一边睇楼啦，一边可以享受呢个海上嘅旅程。咁特殊嘅一次睇楼嘅经历咧，我谂咧唔系个个人都会经历到嘅。系啦系啦，冇错。系啦。咁头先我听现场销售咁都有讲啦，咁依家目前即系嘅话咧，呢一个认筹量系已经过千噶啦。系啦系啦系啦，所以话咧，其实已经系超过咗今次首推嘅一个量噶啦，你即系话咧会有机会啦，可能系两个人、三个人咁样去争一个单位嘅。嗯，系咯，系咯，系啦。所以话咧，依家呢个盘嘅话咧，开盘方式亦都系未定嘅。嗯，即系咁，总之先认筹肯定系会好好多嘅。系啦，我系啦，所以话咧，镜头前嘅观众啦，都可以快啲揾我哋啦落翻个筹即系占翻个位，系啦。我觉得嘅话咧，依家呢个项目嘅。
一個發展嘅話，非常之 OK 嘅。咁點解會咁多人認籌咧？都證明大家喺市場上邊對呢個項目咧係一定嘅認可性。係啦係啦，即係嘅話，其實呢一個地段嚟講啦，亦都係肯定都係跟住國家戰略啊呢一個大灣區嘅呢一個步。戰略去發展，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係啦，咁所以話鏡頭前觀眾就機會咧要把握啦，唔好錯過呢次機會啦，係啦，咁嘅話咧，依家嚟講嘅話咧，應酬嘅話咧，只係一個50,000啫，係啦，咁我哋都可以享受到一個100,000以上嘅等等嘅大優惠，亦都可以享受到我哋公司俾到你一個優惠，咁我哋都公司喺依邊咧都可以承諾啦，咁嘅話咧喺呢個疫情通關之後啦，可以免費一個專車啦，喺香港接送嘅無菌專車，係啦，無菌專車接送啦，接送呢個香港客户啦，去實地考察翻我哋呢個項目嘅。是啦，同埋嘅话咧，咁我哋嘅客户咁，亦都系会享有终身活动嘅。冇错啦。即系嘅话咧，我哋会举行啲体游团啦。系啦系啦，我哋话大湾区嘅呢一啲考察团。系啦系啦，旅游考察团。系啦，咁兼且嘅话咧，我哋公司话咧会有个非常之大型嘅一个会员制嘅活动，系嘛，中居会活动系啦。咁话咧，凡系透过我哋公司购买物业嘅话咧，嘅客户咧。都可以免費成為，即係直接成為我哋中居會嘅會員嘅終身制嘅會員嚟嘅。咁我哋針對每一個會員啦，都每一年都會舉行一啲唔同嘅旅遊㗎，免費㗎啦，自由活動啦，係啦，免費嘅旅遊活動啦。跟住嘅話咧，好似依家最近都臨近中秋啦，係咪？我哋都節日禮物啦，係啦，我哋都為所有嘅香港嘅業主朋友啦，都送上我哋一個中秋嘅賀禮嘅，係啦。咁所有嘅客户嘅話咧，都可以去到我哋香港嘅辦公室嗰邊去領取嘅。系啦，咁啊要記得嘅話，我哋其實在香港嘅話咧都有辦公室嘅，係啦，辦事處啦。咁我咧依家嘅話咧，因為疫情原因啦，好多客户啊過唔到嚟辦手續啊，甚至乎如果我想揾你哋落個籌啊咁方面嘅話咧，咁喺資金上面啊或者手續方面啊會有好多麻煩啦，會有好多依啲障礙啦。咁我哋喺香港有呢個辦公室嘅話咧，可以解決到呢個香港客户喺資金上面啦，即係資金嘅一個轉帳啦，又或者喺手續方面嘅一個辦理啦，都可以協助得到佢嘅。係啦，係啦，冇錯。即係嘅話咧，包括喺香港辦任何嘅手續啦，即係無論係交訂金啦、房款啦，係嘛，我哋嘅話咧都係可以協助到嘅。因為話咧呢段時間都了解到有好多客户朋友即係嘅話咧，可能係要交房款啊，係嘛？係啦，嗰筆錢嘅話咧，都會有呢一方面嘅障礙。係啦，因為畢竟嘅話咧，依家未通關啦，好多資金啊或者其他嘅手續方面啦，肯定會有啲障礙嘅。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嘅話咧，我哋會有呢個方面嘅優勢啦，因為我哋無論喺珠海啊定係香港啊，都有設立呢個辦事處嘅。所以話咧，我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溝通，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手續方面嘅無縫嘅連接。系啊，所以话咧，香港喺客户透过我哋公司购买物业嘅话，非常之方便嘅。冇错冇错。系啦，咁我话话咁快啦，咁诶都好快啦，翻嚟呢个九州港码头啦。咁我哋今日咧都系依家你见到啦，我后边落紧雨嘅，冒雨为大家咧去讲去拍摄去讲解呢个楼盘嘅。系啦系啦，所以我哋以最真诚嘅服务去为我哋嘅客户。系啦系啦，揾到最啱薪水嘅物业。冇错啦，系啦，所以置业。湾区首选中居系啦，哇！我哋拍得咁辛苦，记得俾个 like 啦。OK， 观众朋友嘅，我哋呢期嘅节目差唔多噶啦。系啦，置湾区首选中居，我哋下期再见，拜拜。